听众朋友大家好，因为阮无法度确定阮爸的行踪，才会想要开这个记者会，知影阮爸的行踪。爸，伊即届会安尼凶凶失去联络，绝对不是伊的主观的。卖阁叫我爸。爸，我是瑞波，我不是吴学生，我是来救你，请大家尊重我爸的决定。伊只是一个需要私人空间的普通人，我比较无得吃。今日记者会。第五个月生日，阿叔，很辛苦。记者会到这结束，多谢大家关心。真正记者会，才拄才要开始啊！爸，来公园里开车。即摆站在恁大家人面头前，这个人，伊根本就不是杜瑞峰，伊是吴全胜，是邓秋香的好心，是有杜瑞峰的心思。掏空亚洲集团，目中不仁德的财产，实际不受待见。请问的是，你要把钱啊送去哪位啊？六分熊，是这样子。要跟行业新闻，来当查你到底是谁？我受人委托来现场检验你的身份，只要经过仪器检验，来当查属实。